吃的很好吃。这里面更炸了吗？打眼睛，打眼睛啊！打还是打啊？蹦蹦蹦蹦，那时候有唱歌哎，你妈啦！有。妈的，婚礼这心情不会放啊 ！Hello。Hello。你好。你好。哈哈哈哈哈。Welcome。打眼睛上上上没？打眼睛。Welcome。来了。好。OK。OK。我那镜头不开。看见没有？我看见没有？看见。我男装没有变。男装没有。哎，哦，那个，就那个，哦，有花篮呐，其实，嗯，哈哈哈 ，OK， 美丽太太，美丽丈夫，有，我们家的美丽丈夫，哈哈哈哈哈，美丽太太，太太美丽，美丽太太，美丽太太，美丽丈夫。没得鬼，没得鬼，以后你们讲话小心，小心你哦！说话了，你们应该哦。昨晚他讲他在美国吃中国饭，然后放屁了啦。那来，今天在边吃了，在那边吃了，不放屁。哦。对。你大多还是多少？啊？我也大多啊，嘉宾吗？你们一个放一边，吃东西了你们来。你不吃的呢？我们吃喽，我大家煎爸爸来吃喽，黄米爸爸来吃，黄鸡蛋牛奶。哟。不成了还。唱歌。我看他唱的。OK。对。队友知道要哪样？啊。给他们开好。不懂得怎么走，反正按照走我就走新路。再回头一点，老师前面干嘛？哦，是啊。照一下灯嘛，有一个意思的时候一路过来，你看后面的有背景。那前面还有东西。哦，我那个第一开机就、啊、就。是啊，是不是？那时候不是爱，只是帮我们稍微快一点点而已。那时候。哎，往前。哎，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哎，祝贺你们啊！朋友马上过来了。对啊。这么久。哎。好啊，你这不穿的吗？啊。啊，没问题。那个稍等一下呗。啊。还有谁啊？哎呦，这个好多人啊。Hello。大家好啊。Hello。小姐的新婚大喜之日，那么在这里让我们。
们用掌声有请新人闪亮登场。英俊潇洒，那咱们新娘子那就是貌美如花。此时此刻，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献给他们，祝他们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今天晚上的新郎官呢，给在座的嘉宾朋友们说一说他的心里话。是没有电池。我都一天就会。我们今天可玩的呀。I come from Pennsylvania in Megoy. Megoy. 我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。And 7 years ago, I came to China. 七年前，他曾也曾经来过中国。To adopt a little girl. 领养了一个女孩。Today I come to China. 今天他来中国。To get a wife. 嗯，来一个太太。In January. 今年一月份。Lee and I met on the internet. 今年一月份，他们在网上。After 1 week, we spoke on the telephone. 一个星期后，我们就开始在电话中交流。And I said to Lee, I will call you once a week. 他告诉黄丽，他会每个星期给他打一次电话。She said to me, you will call me once a day.黄丽说：“你要每天给我打一次电话。”So we talk every day. 所以他每天都给平时都打了都通电话。For 30 minutes. 每天都通半个小时的电话。And I say 再见。And it takes 15 minutes for Lee to say zai jian. 黄丽要花30分钟才能说再见，才说得出再见。One day we spoke for 30 minutes. 有一天他们交流了半个小时以后。I said zai jian. 他说再见啊。Then we spoke for another 2 hours. 但是他们又说了2个小时。我是问中国。我是问南京。OK. 我爱王丽。我的美丽太太，我的美丽太太，学学学学舞曲。
谢谢大家。
Selai. Okay.